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关于哈这个函数图形啊，下列哪些正确？好，我们看呢，第一个选项，他说二三这一点哈，在这个函数图形上面，那我们现在就带带看嘛。哦，我就把二带进去啊 ，f 哈二，听到等于四加二减三嘛，六减三等于三嘛，所以 f 二等于三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 x 坐标是二，那 y 坐标是三嘛，是属于多少呢？属于这个函数图形的，所以这是对的。再我们看看呢，第二个选项，它 limit 哈。x 趋近于二 ，x 减二哈分之 f(x) 减 f 二，这个是不是等于五啊？好，那么这样呢，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？实际上就是 f 哈在什么 x 等于二那一点的那个导数了，实际上就是 f 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导函数先把它找出来，我就说 f 哈。这个等于 2x 嘛，加一嘛，那 f 呢？ 2等于多少？ 2 乘2加一嘛，等于5，所以这个等于5没有错了，所以这是对的。再我们看呢，第三个选项，第三个选项他说 f 呢，在2的导数等于5，这个当然是对的。好，再我们看呢，第四个选项，他说以这个2哈f 呢二为切点的切线斜率等于5，哦，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就是二，那 f 二的话怎么 ？f 二等于三嘛，它的那个切线斜率哦就是5了，哦，切线斜率 f 哈，在那一点的切线斜率好像是 f 哈二嘛，这个等于5了，所以这是对的。啊，再我们看呢第五个选项。第五个选项，他说切线方程式啊，哦，通过这一点的切线方程是多少？那这切点嘛，二三是切点嘛，斜率是五嘛，所以我们用那个点斜式 ，y 减三等于斜率是五嘛 ，x 减二，哦，点斜式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知道哈，五 x 减 y， 哦，移过来，减十加三就减七啊。等于零，所以答案就是这个，所以五这个选项也是对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一二三四五都对了，所以答案是一二三四五。